大明水山现在讲重建，忏悔三桩啊，烦恼刚讲的，现在还是讲忏悔业障。讲忏悔业障，先说明这个总相忏悔，就是讲吧，在那个业障之中啊，有各种的不同的因缘，所以为一一说明。我们就讲到一个第七十七页最后一行，第七十七页最后一行，五遍七次多克方面，五遍七次属于比丘比丘尼这个分类，五遍七次的从前街巷之中，现在普通一般出家的比丘比丘尼中啊，未必能够一一依法持好，非切非犯，所以是多切犯呀，切老犯莫重要，切的强切切少切实，那么都切佛出现在印度，根据印度的地方民情风俗之类的，有的多量那里中国的民情风俗批判不多，不能一一照做。但另外一种情况啊，如果是比较属于杂家的强亲密方面的，那不应当算犯，只是切不算犯。举例讲吧，夫妻事实印度饮食饭是用数字，有数个三大数字，用数字也是。那你中国饮食饭呢用筷，一个方式老印度没重要。那原子那里用筷吃饭，哪个用这个吃饭情况没重要呢？在那个最强的吹箱上突击了，就是一百种方法，底部有许多情况是属于两类的。现在你用碗吃饭，用筷吃饭，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第二讲，你用手折，这用手折嘛，容易翻上跌下去呢哈。啊，为数把三番式，这条好用讲，不可以数把三番式。拿那个饭磨面和我三三拿来装在最后嘛，都经典。啊，我有点有点东西的。这数把三番式也是中好法之一。那我哋用碗装饭，用筷扒。运动就不会了，也是几张例子。比丘这种，比丘尼这种，按那个手势挺轻松。还有一种，举例讲，印度人啊，在不菜市当时是像围裙、围下裙、磨作服的，因此一般中华法中规定，无论男女，手边都要苦蹲下来，鼓捣。如果是提到手边都是翻盖，这都是翻中方法。那我的中国人如果是南中翻起苦下来手边的时间，跟你们认为说你要把本南哦，怕没南性了，我发生反应。所以从这种情况，中国的天津岛当时印度没重要，也不能算翻盖，也是民情风俗不同，也中国只是切料切料啊，因为当时的民情风俗不重要，所以你还有那个米色界啊，就要停了。时间问题不临床，你一旁的时间既然有明确过，讲你的地方风俗不重要的米色界可以杀，杀米色界就是属于你还有那个人员，也就是所谓随方比你。你还有那个小事情不算犯界，只是停。有中国的民情风俗出家人做不到是行托跋成佛，因为不能托跋成佛，出家这种关于托跋成佛的戒条太多了。关于托跋成佛的戒条，现在因为几个没托跋，许多不能老这个戒条上瘾，有的是属于切欠切没做到，有的是属于切实隐切，他们有多少故事不会讲全模范，他用米色的故事，跟我们解释。
有的是基本上你要你要用在面前蒙，就老当时蒙中央没办法做到，你要条件只是 can sell， 属于 can sell， 所以这你要一只 can 是啊，有 can can， 有 can sell， can 了 ，can 是，四种意义不同。你要某些成人出家解法，某些研究入场，没办法明白，所以会不必细讲。只是吉利吃老饭无重要，无把吃看作饭，把吃看作饭，那中国的出家人基本上是无办法成饭了，根本无办法成饭。所以这个有的是属于吃不算饭，有的是属于饭不算吃啊。你看就是外人两个地方可以做得多的，但是因为神堂的啊组织不健全啊，不属于整个神堂的神饭，没办法做到，这就是属于饭，也有冲强风险啊。所以讲，五点七七多些方面，头头讲的几场例子都是属于五点中的第五点，七七中的第六、第七七，所以点中的会吃会饭，在中国佛教的出家人中啊，难免会有所违反。所谓的五边七七多些方面，大家可能参问啊，有破石界勤从教念，有破石就是菜杆几次反正中国话和那春是难，五中有破一就和那春是五，勤春风是复发神三波的菜杆心中，菜杆和复提示就按照春思南春思嗯，天从教呢，菜卡几十数个解法，也有长有有长有长，有的是解，有的不会是去解题，像是解题任务，这就是教，教就是教呢，是解题任务。关于那个如何是解天从教呢，古人的解释，有的因为讲话如何是。菜杆人是属五界，五界当中石头银王就如果讲把这个五界分重强，石头银王重界就强的，所以按你分重重也有按你的说法。非常讲太方便不过人眼中，那我如果有破石五界内容太体就是讲吧，不可以做这个实诚的事业，不可以买酒，不可以买赌场等等，属于这类的。这种只是违背佛旨啊，杀吹等流，不是正犯根本太监，这属于勤不从，只念不改体，不是勤从教养，也有两种的讲法。不过原来的看法呢，如常行难我要破到要破石五阶会二件，要破石五阶会二件的内容啊，实际上是老弟子菩萨基本重要啊，但要弟子菩萨基本的同本意义，是一条重阶，是一条勤阶啊，这就是有勤有重啦。勤阶之中又分重阶勤阶，所以不是从勤从教呢，勤教之中有从教有勤教，从面表方有些太太有带人了啊，看看表方说的啊，表方有些有我在五教为你勤啊，把这个勤教细数一条，每一条中啊它就有两条不止一不一条，有的三两条拿来合作一下的也有，有从教退有勤教退，勤教当中那我再分重教勤教，你要是有破石五阶会二件很高，而且那个重教退啊就是弟子菩萨给我们的念悟饭，念悟饭就等于重教退，勤教退就是等于弟子菩萨给我们的悔念悟饭，悔念悟饭比如说我难脱害他引起的违犯，这就是说的违犯勤念悟饭，所以说比较强，所以不是
悔念无方，属于勤教。真恨心恶心为方的，该就是念无方，就属于勤从教。用按理去分辨，那么这个从长就分得清楚了。有何时间勤从教呢？第二就是把这个有何时间那里看作有何时该为你勤。内容所讲，一开也有菜价菩萨界，也有属于出感应堂的，但是注重在菜价菩萨界方啊。勤戒之中有从教，有勤教，所以不是有菩萨界勤从教呢？第二就是因为戒律方有按那个明文，拿起了批合参文的说明呢、啊，来解释，容易明白。在菩萨界不能停下以说行业，或者呢数个菩萨界的人，无论参加出家，菩萨界的范围极其广泰，解法要极多，而且菩萨界注重在自行，自行通样都有违反，所以因此之故，我把菩萨界持得完全清净，尤其末法众生更是为难，所以菩萨界非常而持到清净不容易，不能清净。菩萨界不能持清净，但是给模范根本不只是界，只是是界体染污，所以不能够做这个菩萨界的从界强界详细行持，不能依法持个清净。所以讲以说行业，以说以就做。就佛在菩萨界中所说，按理来是行来持戒，以及持到清净。但是现在末法众生符合凡夫的菩萨不容易做到，所以讲不能清净，不能以说行，由此会受很多的罪孽。也就是要菩萨戒讲，前后防骗，无防骗呀。一个前后防骗呢、啊？古人的解释有的是发生错误的，像那个水文六老水上可住，你把那个前后防骗的防骗呢、啊，拿来看作太小骗。今天没说吧，哦，学佛的人啊，无论参加出家弟子，太小骗的时候应当而引发色相啊，如果会没色相，就是这个防骗任务了。其实这种的说法不正确，这种的解释不正确，有错误。水参神医术的解释，你就说吧，解法极多，要禁止解法，照那就是反骗，这不是解法所持的解有所让步，但是不能禁止，不能依法持戒，多多少少有所违反啊。那么因此就我使这个阶梯啊走到烟雾了，所以不是无防骗呀。他对前后防骗呢也没表达出来，没解释。那个前后防骗应当用的解释呢，俺认为这个前后防骗呢、啊、防骗就是指阶梯中尤其出大家的电流罪啊，比方说前面说的五边七七，七七中啊有头两张，挑战者呢啊，一次啊，解条和无明文的解条，只是解条内容的处理边呢，薄弱于生产啊，并体上边的薄一体，有这个防骗罪啊，有眼防骗，有寸防骗，详细分作寸防骗、次防骗、眼防骗，有按那个分骗，而在那个北方游戏啊。一个挑战者印度方凡尘中国方的除罪的罪相啊，没做到究竟的，跟俺的未遂罪没做到究竟的，俺的未遂罪。比如讲吧，想要去杀神，中途停止了，哦，还不应该杀神，但是这个行动已经打算了，非常这个脑袋多哎，非常这个做准备。正常的准备的呢，突然间想到方啊，不应该做，就那里停下了。第二种啊，那未遂罪，
你看中国为什么比较穷的穷方便，比如我准备二十还蛮有啥以前就停止了，该就往那穷方便，该就是比较穷的头难杂碎。那多多将开始准备啊，还蛮有多的个江山省的长度，该就是次方便啊，该就有还强，所以有还强，该就是比较强的头难碎。那张细心通样张打算还蛮容易做就停止了就后悔了，搞了严防偏罪，严防偏罪只放脱几多啊，放几几遍放脱几多个恶作，你看都是防偏罪，那微碎罪，微碎罪就是没做到出债，没做到他什么的，比如说二杀神还蛮有杀，那就是微碎罪。有解决方有也有易碎罪，挑战者也有意思去摸他多究竟这个解决的目的，虽然是意思去他呢不会属于这个五边之中的吹向，举例说按照这里必须必须你投多街投五千以上将犯菠萝油犯出边的金本吹，但是如果投四千投四个钱的加出的东西，那就是犯投篮杂碎犯了储罪，一样种的犯罪因为其魔族多菠萝一罪，只是一种的前方片的罪，重要前方片罪，它是已经都究竟了调好了调脱调好了，它是没太使那个菠萝一个罪象，所以只是调两家，你看很多一罪罪虽然一罪就是已经做太什么的，然后过罪已经把那个吹箱做成已经结果了，就是投四千以下，投到四千以下没他成菠萝油，他是已经有吹了，一下个吹呢是不是投篮杂吹重个投篮杂，如果投一千两千强个投篮杂，投什么目的呢，该用到易碎吹，一下投脱离如果有详细讲起来，我相信某些研究这里的人他不知，我想不必讲的太多了要对于这里尤其在内行方面像那个挑战杂碎非常难分辨，非常不容易明掉，因为也有秃头有穷神有真脆有穷脆有易碎脆有微碎脆有寸方偏脆四方偏脆燕方偏脆，那种的分片种类挺多，所以必定要专门去研究，所以这个专门学问也都是属于出感染的事情，菜家其实可以不必用心刚才说要研究这个脱离，那要花很多个时间，同时对于这个解的有相当的研究，才有办法了解，所以两方面重要。所以运动呢，这个前后防偏呢，就是指投篮杂碎、防偏碎、防偏碎里面包含微碎碎与易碎碎，后防偏属于易碎碎，前防偏属于微碎碎，后防偏就是已经做成目的。他这个吹没太多的边的吹向，所以说给防偏吹，它是易吹吹是过吹，所以不是前后防偏。那两条吹向虽然不只是该不只放重间，但是呢我使这个该体烟雾防偏烟雾防着枪呀，要吃枪间他这个枪间的该体走动烟雾了，所以不是雾防偏呀枪间走动烟雾了，是没吹呀，所以不是无法偏呀，一个脱离不容易明白了，没专家没一研究不容易了解，第一个太快就好了。念五六载海太子呀，按照佛子蔡家菩萨见六载念又说是八关斋见，一根月六月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过年买个两年，你看台中二十九三十，你看小城二十八二十九，你看一个人有点用了那六载年，也是不才是印度的风俗习惯，等于像我们中国式的初一十五重要，这个每年的风俗习惯呢不但是佛法偏安的普通一般其他的宗教法重要，多了的安逸的多一般的人修行做礼拜，所以因此呢佛随身当时印度的风俗方便，所以佛是这个八关斋跟蔡干人去述职，蔡干人第二已经述八关斋的，哎，你这个六斋呢
也是随顺印度当时的风俗。现在我礼拜日讲的如何是改进，讲到后面的五改变啊，里面就有讲到，这是随顺当时印度的风俗，并没失败的。所以这个六斋日，不没一定讲嘛，这个六斋日一天就按照按来做，当然能做到最好，它可以随顺我们的地方风俗。所以我常常提议讲嘛，一种事情你一天都失败，用那个六斋日好，现代人做不到。比方讲，你让你多多上班一点。你还没吃六斋啊，二十八干斋发生困难，因为不方便，非常有应酬等等。那不妨将把这个十八干斋这个人呢，随顺现在的风俗，用礼拜日、礼拜六、礼拜日，能做多个时间，做多个范围，能够吃一日也是功德。当然六日依法做点好了，众人做不到一个月。有一日吃八干斋也是功德，随分随力。一个日期没寒天四百八个日子，应当按的啊。佛法是年在黑暗呢，可以变通的。这两个日期啊，随顺当时自家的方便。或者是佛菩萨的生长的经验面啊，或者是自家的啊生意、父母的生意或经验面，都可以数持八干斋。的修复，现在你只晓得念佛啦、诵经啦、拜佛，但是对于这个十八关斋的修复念嘛，比较是熟人啦，因为中国风俗莫按理说慢慢熟人。现在虽然有人提倡啊，提倡交往过正，变成一种个太规模的传教，也是变成了劳民伤财的方式，也不正确。应当是感恩复修，刚才您讲吧，有受过菩萨戒，那当然就要修啊。忙有受菩萨戒，这个参加几次，非常单三规，二受当然有功德，魔术不违法。一个月六斋日魔术没干斋，这就是害胎之业，难脱害胎，莫人准去依法修好，所以不是害胎，有害胎的缘故啊，也不脱到罪业。年三长斋不上修业，两件难了，也是一长业。长业。五年、九年、一年有两三个月，叫做长斋月。长斋月，年三长斋，长月、五月、九月，这都是要求那个。在我们中国佛教一般的社会不容易做到，他们提供的一个月完全要吃八关斋，不容易做到。刚才我们的素食、模式分享，那都还比较容易做得到。可以完全一个月的时间吃八关斋，会发生困难。尤其长年，长年年初也是正是过年的时间，年初你三分年的模式斋都是太五太用，那如果你吃八关斋，那会弄得家庭会发生纠纷闹事情啊。所以亚洲的情况啊，现在已经是可以讲根本是没做多了，没办法去做多了啊。一年有三个月长斋月。不上修业，不能上上教法，按来来修持。一年有三个月的长斋业，现在已经做不到，所以不上修业。因为没去修，当然只有增长罪业啊，福德就失掉了。三天为年不宜犯业，出家人有三天为年八万世行。不但是讲话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还有详细明确的会议更多了，所以有三千会议。这个三千会议啊，实在没多好三千了。那我有一部，路上有一部戒到哪样多？太比丘三千会议经，念完了三千会议，实际上俺拿了算过，一条一条算过，占千个条的地。连两千都没上，那有三千呢？那只是说一个胎体。可是现在的名书上啊，法相上有这个三千为你的名相，其他的三千为你啊，就将把比丘的二百五十戒去批合行出从我的四为你，为你就是四为你啦，行出从我四为你。那么他就解释说，行的为你有二百五十戒，出的为你有二百五十戒，错的会议有二百五十戒，衰恶的会议有二百五十戒，
啊，世界一百五十多好日就一天咯、哦，安尼就什么一天为宜。再比下三次，过去一天，现在一天，未来一天，安尼都好三天为宜。亚种的做法嘛，批合法，只是把那个数目是批对了，都好有三天，数目是批对了，但是老师记目不能批合，老师是个实际不能批合。啊，第一个嘛，一个一百五十页当中，撇开莫讲啦，头都当讲啊，这个变成太小篇，那有蛮人民多太小篇的咯，除非不偏的，偏多说状况没办法控制了，张文民多太小篇了。OK， 这天在衰末之中太小篇没完那个事情，除了审片，审片都不能论了，所以讲你行出从我思维，你都有一百五十页，不准确。也讲个说法不准确，所以古人勉强抄下个数目诗啊，只可以拿来做参考，不能印证。也只是讲哦有，安尼可以批下去了，多多三天为宜。有安尼个数目诗，实际上根本没办法一一批下。有的是可以讲是行个时间违反的，有的是起出个时间违反嘛，有的是错个时间违反嘛。有的是衰落的时间违反的，他不能够每一条街都提笔行出错误是为你违反，也不可能的事情。比如我偷东西嘛，那有个衰点偷东西咯，偷拖街啊，偷拖街比你那行去啊，那纯属去拿量拿得多啊，啊，隔壁天是没可能的嘛，啊，民多衰点才隔壁偷东西，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行出错误是为你拼一百五十这个数目是非常不会去正确的事情，只可以拿来做参考啊。当然还没故意要做古人的反案文章了，没说故意要把古人的现成的案子拿来反的，没有那个意思。不过我们要批好这个事实，实际情况是让人运动的底的，一个所谓三天为你只是一个太多的数目，太多的数目。比如前面说过百万四千烦恼，不会读到八万四千，八万四千法门也不会读到八万四千，佛修三太五乘地界也不会读到三太五乘地界，必定有真有假啊，只是说明一个太数哦，太数会按的人数弱的啊，一定会按的一个情形。三千回你不一方面，像那个三千回你总共就是行出从我思维你中啊，人不能一一一法做到，不能一一一法受戒是在请讲的为你，那同样就有不依法的尊严。所以不是三千为你不依法呢，以前呢是要必修一百五十遍去批哈，如果呢必修你个三百四十八遍批哈，那要更多了，问题更大了。所以啊，以前这个一百五十遍也只有四分率，都好一百五十，其他比如说神地率、五分率、十相率，不会都好一百五十，也没办法批下去了，也是一种非常勉强的数目字。那么总共行出错误是为你有不一方，这就是位置三千为你不一方呀。详细论见多了，百万六为米色吹呀，最米色的为你百万色现，百万的概率为你，百万的概率为你，所以位置百万六为你看最米色的吹呀，就是最迷世界行出错误是为你，所谓百万世现。那么那个百万世现也就是第一个胎数等于百万世现，可能个迷世界为你啊，轻多轻多一不小心嘛就会违反到，轻多轻多就会了，多多像百万按到也不会多多好。但古人也把那个百万世现啊拿去批判一百五十界，就是前面的三千为你，想把前面的三千为你再过去批合，批合嘛讲呢，批合神丘七级水呀，神石头人丘恶丘两三帮人意义，其拿来批合讲，也该七级水呀，啊神丘两方合批合批了七样水，你啊七样水之中每一种的水箱都有三千，每一样都有三千。三有三千，拖有三千，乃至讲也两三有三千，一年有三千，啊，你三千二十亿，
批判这个起抵税项就2万1000为你了，2万1000为你，一个2万1000税项再过批判，中产的根本烦恼贪真吃，就是多贪多真多吃，再个贪真是个典范，需要贪有2万1000，真有2万1000，吃有2万1000，等份有2万1000，按你四个2万1000都多好，84000的税限，现在减掉讲8万，像你阿种个批号上些个数目，算就困难了，莫讲我做了，我算那个数目就发生困难，莫讲我讲我做多好，所以你还唔免阿哩反补上人做多，太低能够把那个四位你短账算啊做算起来就已经不错了。莫讲话，爱讲到面色，所以也就是讲，8万家的委员啊，属于上面色的委员啊，免不了不能直接做到，也会做到有罪孽啊，所以为是面色罪孽。第二类个数目是只是一个贷款啊，这天唔系多多好，也没一天就上面按一个批哈，只是一个贷款而已，不修身。戒心肺之业一个头点有错误哈，也眼前那个呀，不修身戒，戒是旁边一个天天心肺之业，一个文字没有的，运动是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肺，由此也会错到罪业，为什么不修身戒心肺之业，也是一句戒指旁边那个天天引导我们挖掘可以在这个神思戒指心肺心思还来读一个顿号，这样就比较正确，就是说我们平常时啊对于神的思维你六根门头某一时候也会做到尊严，对于佛子的戒律戒某时候也会做到尊严，心是听是上听，心肺就是听肺了，因为在那个我们经常往往啊把那个戒听慧听用心思托用，就是修行心能听得好的就是听，所以这个修行就是修听，慧就是开发智慧，就是戒听慧啊，莫受这个莫受忽略紧，莫保持身体持戒倾向啊，那么不修戒不修听不修慧，莫修戒定慧的三五六号也会错到尊严，所以不是不修身戒行慧之念。春秋八王错中罪孽，要把那个春秋八王呢也是那里中国的风俗讲，他那个佛经上啊体位经也有按那个说明，讲那个春秋八王的八王呢，按照天地高台天神高温一个所庄的之前的意思，所以该你要多修善业，要么那拜王爷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你要八十节日的我那拜王爷拜王爷讲的八个意思啊，就是天神壮观世间的山啊的高温啊万般的你的，所以世间人运动的多修善业增长福业是天神欢喜，体位经也有按理讲，在春秋八王那个八王日啊，这个两个八王日运动的多修善业，某些做呢就会错中罪业啊，由此错到罪业也会使世间呢得到不安宁，也批判我们中国的民情风俗，其实那个八王啊春夏秋冬四季，中国将有四季，印度没四季，印度只有春夏冬没秋季，所以呢批判四季八王就是顺中国的风俗讲的，行十六八王你应当要修善业，等于个六年一个情况同样，十六二六年在表方有些哈，看那个表就是，就是讲嘛，在印度啊，因为咧十六种事情呐、属于恶法，属于恶法，而且印度人
做行业也有输家，所以按照行业二，行业阶段，行业二分。那在十六种行业二呢，第一就是土业，看表哈，第一就是土业，专门做宰杀的，个事业，哦，杀猪杀羊，做宰杀的事业。第二，葵块，故事的筷子数，比如讲话有人犯事情，法官。啊，要命令两个筷子手去站头，这个就是为了魁筷。做筷子手的事业没人来做，也都是二六年的人才会做，所以也是属于十六种二六年之一。第三样主羊，属猪属羊，属猪属羊也属于二六年。在印度的风俗啊，一般平常人摸熟摸熟的都六熟，摸熟的东西都是有专业。那我们中国的民情风俗没重要，在从前农业社会差不多每一个家庭都有熟，乡下都有熟，但现在也是已经慢慢成为专业了，所以一个专业主用的人这也是属于二零二之一。第四破五十五的破坏神法也是属于二零二，多杀神嘛。第五猎食，专门去打猎啊，猎食是专门打猎，专门打猎的猎食也是属于二六年，因为都是杀神呢。第六，庙鸟，庙鸟也是打猎的一种啦，用庙的呀，去庙雕的，三刀用庙庙雕的。第七，菩萨，作煞的人，专门做作煞的工作，也是二六年啊。第八，养鸡养狗，属鸡属狗。啊，修教也是属于奥利尼。现在普通一般的习惯了，应当是好福的人不应该再个修教了，因为修教是属于奥利尼，修教也是不应再上。啊，那么因此之故，在印度古时的风俗，一般家庭没修养那些东西，都是属于专门家长去修的。第九，祝龙。所谓祝龙啊，就是一种的邪术，也没讲单讲祝龙的邪术，应当是代表一切的邪术。做这个邪术的事业啊，师兄讲话用土高去表演，这种的邪术也是属于奥利尼之一，这是专门做坏人的事业啊。其实做车，专门做车的偷东西的，哦，来做某本生意的，这也是属于奥利尼之一。十一，土车，坐车固然恶劣人啦，坐车的用嘛个恶劣人呢？坐车的应当在哪里个？也比如风俗习惯，就是警察去坐车的呀。噶你警察还没人敢坐诶。啊，我俩是印度个风俗，在哪里中国没汉内论。印度个风俗啊，佮做坐车的个是要个普快啊，古时候的普快，佮没人去做，有专家，没专家没人去做，啊，因为佮有危险。也要杀生。现在参加一个国家的政府规定，坐车呢都是警察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坐车呢在中国应当不算是奥利尼，一个是算奥利尼都没人敢做警察，没人敢做警察，那你大家就辛苦了，你也就难过了啊。所以一个普车在印度故事成为奥利尼。第三呢，玉立，玉立就是。管干庙的啦，啊，管干庙的，管方面的，做管干庙管方面的，你也是普通一般在印度也是没有做，都是有专家。现在也是属于这个司法单位哈，啊，有专门的人做，也是属于这个警察方面比较多，属于这个法警方面。第十三，银五家就是卖银呀，啊，第十七。苦酒家买酒的生意，其实五蛇眼家，其实六鸭油家，蛇眼与鸭油两班也会属于恶劣人呢，普通一般人不容易了解。蛇眼啊，就是指专门眼部的人，眼部有人不理解个道理哦，不理解个原因啊。如果我讲没眼部哦，做眼部的生意也是只有吹哦，唔系。你看到印度的情况没重要，印度古时眼部啊，这个眼料哈，眼料是一种的药草，眼料的草，
个要求新鲜帮你那个错号并不是上穷，一位面一位面比不穷，不到千多穷以后将哪去煮煮个样子按你来让个部位的色的话清港清亮清好的色，所以这个样部位的话有重要啊，大有重要不杀神千多，因为这个样料的样错并不不穷，不到千多穷呢就拿去煮，拿去打，种种也去煮，煮到个水了，酿，啊，你当酿得好，酿得光亮，酿得色彩当么好。所以你啊，种个色酿噶，当然酿就爱色啊，无色唔会准确啊。酿就爱色，所以按照色酿噶，然后按照蓝酿，蓝酿。因为印度人普通一般都是做白色，我有色嘅都会经过酿过，所以蓝是酿色嘅，也是一个酿嘅错嘅吃不明。因为用按你的方式去养养护，所以他会有催养，因为他杀生太多，个四重的大事太多了。现在普通一般养了，在那里中国的面前蒙住，无按你的事情，没按你做，不算恶令你，不会有罪。鸭油街啊，很重要了，鸭油就是酱油啊，大油。印度人带一个麻油哈，芝麻一个麻油啊，麻先炒，麻去炒，炒到清爽。买炒到上房啊，就将个白果方边腰腰背薄虫，腰到全部个买薄虫，薄到千多虫，样样做全部虫的吼，唔谈论会解麻皮筋子哦，吼哦，解我会一直起来，我会出价。个死那个虫啊，薄到千多虫吼，阿张拿去点油，拿去几方点油，光个虫一多啊，个油就一香，那是麻油呐，印度个麻油就按你个啦，哦，虫啊一多个油就一香，啊。所以这个大油的人啊，减麻油的人，和个减个大事个虫哎，那是无钱吃饭了，算不算多了？所以那个鸭油噶，鸭油就是减油大油嘛，也不有罪呀。年年就是有没有用按那个方式？按那里中国人减油没按呢？中国人减油没按呢？买哦，只是差不多是属于减油，没按没卫生呐。啊，印度人古代跟我都是没讲究卫生，现在用按那个方式，恐怕卫生就该不能通过了。是不是没卫生了？所以现代人呢，对这种的方式，通通都是非常容易做啊，只是炒，炒就一炸，没有事情，不成问题。那么由按那个缘故啊，现在这个75个色酿家，76个鸭油家，在中国不算讨论你，不算有罪过，因为没本于上虫，没不从以后将去做的，所以不算违反。一个16种恶劣泥当中呢，现在在中国的面前风俗比较有问题的杀生方面的，就是第一土鱼，第二葵块，但是现在提葵块也没随便人做了，主要是第一土鱼，第三羊猪羊，第四扑鱼，第五鸭子，第六庙鸟，第七菩萨，第八羊结教，第九侠术猪术啊，第十周车，其实上个银五家，其实是个古酒家卖酒的，俩一类比较是很严重，我有伤害，我伤害众生。那么其他的呢，没那么多呀，其他的在那里现在的习惯上，并不算做恶劣泥啊。如果一行16种恶劣泥的任何一种，错恶劣泥的罪孽就是错罪啊，因此也会错到更严重的罪孽啊，太体。16恶劣泥最主要的就是杀生、偷盗、邪淫，不出这个三种根本罪：杀生、偷盗、邪淫。也就是所谓行16种恶劣泥呀，以助众生无明上呀，就是讲话对众生无慈悲心呐，无慈悲心怜悯众生，所以讲以助众生无怜悯、无悲伤的心情。啊，可能众生苦恼，无怜悯心，无悲伤的心，啊，无怜悯众生，根本是无明上呀，啊，不勤不念，无怜悯呀，意思差不多了，勤嘛就是怜惜，啊，怜惜苦恼众生，无念到众生的苦恼，啊，那就是无怜悯呀，无怜惜众生，爱悯众生的心，不怕不知无救苦呀，看到众生苦恼，无去救怕己，无去拯救己，那就是无救苦的。慈悲心无救苦厄，心怀七度无吐避厄，怀七度心啊，无心爱吐骗人，
必致众生。有七度行观的病人，他好就五凡去七度啊，莫随喜功德，该就是莫吐念的心啊，所以七度行也不错算呀。以言前进不平等呀，对于人家前出的境界，应当要平等看待，菩萨要平等情况一切众生。如果对于人家就属恨，对于亲人就啊恶念，该就是不平等。因此不平等也不错算呀。对于人情不能平等，也不错到种种村呀，所以是不平等呀。下面呢，开题都比较容易明白了啊。比较多面向呢，上面已经讲开，现在是休息十分钟啊，将来继续讲下面的所谓单方五欲不让理呀，休息十分钟再讲。